又研究了一下吗？嗯，研究完金的研究赢了。各研究一遍，捏在手里，直观的感受上。啊？有啥区别不？就掂在手里，直观的感受上。直观的感受，金的好看点。第一次跳下十米台的时候，心情是啥？还记得吗？就感觉在空中飞了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到水。来，送你一个玩具啊！这么送吗？哦，不想要，我要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呢是一个盲盒。盲盒知道吗？没事，我们快一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呀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因为你看一下，就是有这奶牛咖啡，然后怪咖和涂鸦。你看看，你想要哪个？你想要哪个？我想要，我都要。小孩子这个选择，我都要。我不挑，哪个都好，都好可爱。哎，那你想，你希望是哪个？你给你拆一个的话，你希望是哪个？我要那个本色。我希望那个本色。要我仔细的去评。你仔细看一下，没事儿。嗯，我们先说讲粉色的那个。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宝贝。来，我要第一个东西。一整箱，你们两个一人一整箱，就是所有的都有，而且可能还有隐藏款，你回去自己拆好不好？你们回来之后，就是自己慢慢之前，可能刚刚才拿到全国冠军，然后还没有参加过世界大赛，然后这次哗一来就把奥运会冠军拿了。嗯，啥呀？啥是哗一下？我估计你是说不清讲。那红山，其实我看你特别依赖那个雨熙，就经常会靠着他呀，抱着他呀。平时是不是也很依赖雨熙姐姐？我好爱你啊，亲我一口。哎呦，我天哪，我天哪，感动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呀！哎，你们两个平时也是这个相处状态？哼，平时他是压着我脖子，平时他就是打我屁股，没有。从食堂追回房间。平时两个人就除了训练之外还喜欢一起干嘛？一起干饭。吃饭、哦、应该啊，这是个好问题啊。哥就别吃了，干啥呢？安排一下好不好？我一个雨熙喜欢吃什么？对啊，雨熙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所有的甜品。哦，爱吃什么？真的？嗯，爱吃。对，蛋糕了，巧克力。那平时训练的时候，做奶要吃会吗？你的最爱。啊，蛋糕是最爱。你最爱喝奶茶。喝奶茶。哦，喝奶茶。哈哈，等你啊！在前的，你小心注意啊！采访比完赛之后采访，然后就问到红山，就是这个王者荣耀的事情。嗯，刚才打了一把吗？刚才有打吗？没有，太晚了。太晚了。确实。打到什么段位了？一直停留在铂金。一直留在铂金啊。啊，哎，那你现在就是主要练的是什么英雄啊？就是打什么位置？中路，我打中路。中路。本命就是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啊？安琪拉。我安琪拉。安琪拉。还有小卤蛋。哦，时间也不多呀，平时会给你留给你自己冰乐高玩的位置。对啊。平时每天好好训练，天天向上。最后给我们做几个比心的表情包好不好？对，最后给姐姐比个可爱的心。哦，好可爱。辛苦了宝宝。真的辛苦你们了，好好休息。然后抖音